黑人陈建州再次发微博晒老婆范玮琪与众多姐妹的合影，并发文称，从姐妹淘变成妈妈包，这段友谊真的很不容易，感谢上帝让我儿子有这么多漂亮的干妈。随后有网友留言称，哇晒大小熊猫好幸福啊。早前有网友爆料称，吴佩慈已经和昔日姐妹淘闹翻，网友更称吴佩慈做人有问题。不过今日从黑人晒合影来，之前的传言不攻自破，姐妹淘还是姐妹淘，并没有之前所说的已经闹翻。优酷群乐整理报道。